歡迎大家出席2022至23年度香港面超面向超級聯賽第三回合賽事。今日嘅議題係港府應強制本地醫護專科畢業後在公立醫院服務一定年期。對賽雙方為正方城市提問書及反方天主教會的成總統。最長的等候時間為189星期，相當於
呢度填表面上，咁同時間表等於長，所以市民病人造成咗巨大嘅影響。而睇翻醫管局嘅數字，由2016年至2020年間，各專科住院受訓醫生招聘嘅數目，其實每個專科每年都有一定人數受訓成為專科醫生，例如內科每年都有70至90人手，而100至2000更加有過百人手。牙科大約每年都會有10個，呢人手考取專科資格之後都總共受咗10年培訓，可即時投入工作，因此強制政策可以確保每年有穩定嘅人手供應，可以分擔人手壓力，從而縮短護理體能同時間。第二，醫護需履行社會責任。根據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嘅統計，醫科學生人數為10萬一年，以一個年紀醫科學位計算，即係每人都360萬嘅培訓成本，而呢360萬仲未計算醫護實習時需要嘅人手，需要嘅人手培訓，由資深醫護監督進行教學時帶來嘅人手成本，而進行培訓嗰時都淨係可以由公立醫院提供，其實呢成本通通都要由政府嚟承擔。當社會投入大量資源先可栽培得同醫生，自然期望啲學生學成之後可以接受社會。而輪候公營醫療嘅病患，大多都冇能力，冇辦法接受私人醫院嘅診治，因此當見到呢啲診治嘅壓力集中喺公營醫院，作為接受公共資源得到培訓嘅醫科生，都理應當係扶助社會，並非由佢哋畢業之後過嚟嘅行先，直接流出私人市場，提供一般市民根本負擔嘅醫療服務。最後想問有方，面對公營醫療壓力過大，導致醫護流出率不斷上升嘅現況，有方認為需唔需要作出適時應對，以舒緩人手壓力？多謝。正方主辯用時3分45秒，跟住係反方主辯，你有4分鐘嘅時間，呢個組成問題。出咗個位，大家好，嚟到聽完有方主辯發言，簡單咁歸納一下有方同今日嘅立場。有方同今日覺得依個社會責任就大曬，只要社會一有需要咧，我就可以逼嗰班畢業生去嗰啲公園度做嘢，喺個極度惡劣嘅公園環境做嘢。究竟有方同今日嘅立場合唔合理呢？根據2021年嘅立法會醫療人力推算工作報告指出，現時香港咧其實有13種法定註冊嘅醫療專業，包括醫生、牙醫同埋物理治療師等等。而我哋嘅醫療系統正面臨緊兩大問題：一、整體人手不足。報告預計到2040年之後咧，全港有13個專業合共欠缺3700名人手。更心機係啊，醫生、護士、物理治療師等而家爆發移民潮，預計未來人手問題更加樂觀啊！嗱，第二公司執行問題，正如有方同所講，公營醫院病人太多，醫生太少，導致公營系統嘅壓力過大，而面對以上困境嘅，我哋唔係玩緊一個數字遊戲，唔係帳面上多咗1個醫生就可以解決到問題㗎。有方同議論證多出嚟嘅人，點可以舒緩到前線嘅壓力？但我方見到強制之後咧，短期內公營服務唔會有改善，甚至會加劇長遠人手問題。原因有二。一、政策並唔針對當下人手問題，其實唔係所有醫療專業都面臨緊人手問題㗎。例如精神科醫生、職業治療師等7個醫療專業人手充足，到2040年之後咧，甚至會出現人手過剩添。有部分嘅人手欠缺嘅專業咧，例如藥劑師同埋視光師，唔單止冇出現公司失衡嘅問題，政府更加話人手問題應該通過私人市場自己去解決。如果將以上畢業生逼去公營做，變相擴大私人市場。而導致影響到更多的市民，去到最後，即使有部門係真係出現公司失衡，都唔等於畢業生可以填補到依啲人手缺口。以醫生為例，上年公立醫院流失率最高的部門包括麻醉科和放射科，但畢業生沒有足夠的經驗取得一定年期的嗰啲離職醫生。護士方面，明報訪問了伊麗莎白醫院流失率最高的內科和深切治療部的護士，他哋知近年嘅病房的新護士比率不斷上升，但他哋欠缺經驗，可以單獨處理到危重嘅病人，所以資深護士面對嘅壓力依然都係唔可以解決到㗎。嗱，可見強制畢業生加入公營系統，表面數字好似多咗喎，但實際冇提升醫療質素，前線醫護仍然面對巨大壓力，解決唔到而家嘅問題啊！而剝奪醫生自由，長遠加劇人手問題。而
而家好多醫護畢業生為咗累積經驗，都會先去公立醫院工作。根據2017年立法會文件，每年有95%嘅醫科畢業生係加入咗公營醫療系統嘅。所以有關嘅政策通過咗之後咧，每年即係多咗10個畢業生由私營轉向公營做，唔足公營醫生數量嘅0.2%啊！嗱，更加何況啊，港大醫學院主任劉澤聲話過，有70%醫科畢業生為咗晉升為專科醫生，佢哋更加會喺依個公立醫院做6年，以接受專業培訓。因此，如果好似有方咁樣規定年期好似得1年嘅話，根本就同現況冇分別。但有方嘅規定，如果比而家專業培訓仲要長嘅話咧，就會變相迫使醫護長時間留喺極度惡劣嘅工作環境工作，最後佢哋只會為咗改善工作待遇，就唔再係跳出私營啊，而索性移民去其他國家。例如護士協會嘅文件指出咧，原來有1/4護士嘅移民嘅原因係為咗改善工作環境。物理治療學會又話過咧，新加坡喺年緊各地不斷挖角啊，令大量物理治療師嚟港，因此若強行實施呢個政策，只會加劇醫護嘅流失率，最終得不償失啊！嗱，最後有方面問題啊，如果公營服務人手一唔夠咧，就可以強制畢業生去幫手。咁而家老師、公務員流失率都好高，有方面係咪又要強制呢班較大嘅畢業生一定要官校或者係政府機構服務一定年期咧？多謝各位。官方轉變用時3分53秒，跟住係公辯環節，公辯一方可自由挑選對方一位辯員回答問題，並打斷對方發言句話。回答方不得反問，亦不得打斷公辯一方發言。如有違規，公辯一方可即時提出，評判認同可直接扣分，每次1分。如公辯一方如常發言，評判可自行決定是否扣分。請問雙方有問題？請評判注意，填寫公辯申論嘅時候，請特別留意填寫字句，特別係反方不。第一格依法言次序係回答分數，第二格先至係發問分數。好，依家正方請自由提出一位辯員作供。請你自由選擇反方一位辯員接受質詢。方自由
準備好。咁我覺得係咪要舒緩人手短缺問題啊？係。嗱，咁而家13個可註冊嘅醫療專科，有7個人手都過剩，係咪都要強制佢哋入去做啊？唔係。嗱，即係有方咧都認同，原來13個醫療專科有7個咧係冇必要去做喎。嗱，好啦，再問翻有冇同學啦？有冇同學咧覺得視科師啊、藥劑師等等嘅專科咧，大部分咧病人咧其實都係私營就醫，所以你公營加人手根本都冇用喎。咁你係咪仲要強制呢一啲專科一定嗰啲醫科生要入去啊？但係其實有9成嘅醫療系統係全民。嗱，我話你正面答我問題就得。公營加冇用，你係咪仲要加人去？唔係。嗱，好啦，即係有科同學咧，將面皮嘅討論範圍越縮越細啊！13個醫療專科，7個唔需要討論，然之後其他嘅專科人手過剩都唔需要討論。嗱，好啦，淨係討論醫生同護士啦。嗱，精神科護士咧，其實人手都過剩，係咪仲要強制？係。但係可能人手過剩，你再加人去點啊？但係其實咧，如果佢哋唔夠人手嘅，咁但係而家問題就係話佢人手過多喎，你加人去做乜啊？但係其實有冇資料可以顯示你人手？有啊。人力推算咯，所以係咪仲要增加？嗱，所以有科同學咧，標準咧同埋方案定義範圍越褪越透啦。嗱，好啦，問翻有科同學啦。嗱，我哋有科同學認唔認同要填補一啲流失率最高嘅專科啊？要。嗱，好啦，麻醉科、石放射科流失率最高，試問有科啦，係咪要填補佢哋先？今日眼科近年都有至少20個人獲得資格證，咁呢啲人才咪開填補咗空缺。
方第一半面用時兩分鐘十秒鐘，跟住係反方第一半面用三分鐘時間。可以。主席、屏幕在座各位大家好，其實畢業生必然係指學士畢業，因為即成為專科醫生係唔需要讀書，只係喺公營醫院接受培訓都可畢業咧。即係有方要呢行有效，呢個方案有效用嘅話，要強制喺公院培訓六年之後，再繼續留低服務，即係等於有方所講嘅七年。咁係會令到啲專科醫生喺香港再冇人肯做醫生啦。醫管局主席范宏嚟講過，醫生流失率上升，大部分係因為疫情所致。而有方同嘅方案，只會令情況雪上加霜，帶嚟極大嘅反效果。有方標準越嚟越低啦，由一開始講所有公營醫護專科都要好需要人手嘅時候，談職業治療師、牙醫、中醫、藥劑師、光師等等11個公營部門，有方隻字不提，淨係對醫生同護士明顯避重就輕。點解其餘11個專科畢業生唔使入公營啊？因為有方都知道，原則上係冇道理逼佢入公營服務咯。如果私人市場大到需求，使咩都公營醫生、公營系統難上身啊。但問題就係，即使有方想將醫生同護士嘅供應加翻曬俾政府，但總之係多12個醫生由私立轉去供應。有方講到要解決結構性問題，咁有方想點樣分配個10個醫生去全港43間公立醫院咧？點樣可以減少輪候時間？點樣提升服務質素咧？我哋不妨從事異地人三個方面去了解雙方分歧啦。一，究竟我哋啲咩人咧？即使有方話講係一個多一個，但而家前面真正要嘅係資深醫護轉變廣科下最同放射科醫生嘅流失率係全。最高之一，咁畢業生點填到呢啲專科咧？都推曬啲畢業生去外科，但冇人做麻醉。病人做手術係咪又要等麻醉醫生而一拖再拖？咁輪候時間點縮短咧？所以唔係有人唔就等於用啱人。二，究竟佢哋要去公營幾耐咧？既然逼新人入去公營係無效嘅時候，有方話又強制呢班畢業生啊，喺公營留得幾耐得幾耐啊？但主辯都話有70%醫科畢業生為咗做專科而留喺公立培訓多年，咁有方仲想強迫佢做幾耐咧？即係好似如果有方所講方案七年啦，咁同立冇立法冇分別嘅喎，咁究竟有咩成效咧？但如果長過七年啦，長過六年啦，即係同而家呢班醫護學生講呢一套書就講係公營10幾年，日夜處理10幾10個病人，長期喺高壓工作環境下工作咧，你估佢哋肯唔肯咧？三，究竟強制之後啲醫護去邊度？聯網前總監郭志聰醫生以及物理治療學會都係呢班專科嘅，喺外國都係好大噶。新加坡等國家都揸緊香港醫護，強制完一班醫護怕冇工作自由，好易自然就會有更多人前來，最後令到公司仍越嚟越少人，加劇人手問題。而好似我剛主辯所講啦，有四分一嘅護士移民或者改善工作環境啊。如果有方再不斷逼呢啲啱啱畢業嘅醫護咧，再向中型醫護服務，咁而又再加劇呢、這個移民潮嘅問題，多謝各位。其實我哋今日有方所講啦，佢哋會因為權衡
公立醫院服務緊嘅醫生喺全球個人影響底下，都會覺得壓力負擔過重，而導致離開公營醫院轉去私營醫院或者其他地方。咁到頭嚟，公營醫院同私營醫院嘅失衡就冇解決過啊！咁所以，就算佢哋願意留低去投身私營服務嘅話，咁係咪有方同學對有方同學而言，呢個係一個理想嘅解決方法，就係導致到嗰班冇錢去私家醫院睇嘅病人，佢哋係得唔到公立醫院嘅援助，就係因為人手不足啦。好啦，最後講多一樣嘢，就係經驗問題。咁正如我方所頭先所講啦，立法會嘅醫衞界議員林志源咧，為公立醫院做過問卷調查，都發現咗一樣嘢啦。大部分係願意留喺公營醫院嘅人，係為咗得到更加好嘅培訓啊，係期望具有挑戰性嘅工作，亦都係可以幫助到基層市民。咁想問下，點解喺有分同學會理解成一個惡劣嘅環境咧？好啦，再講一樣嘢，導致到人才流失嘅問題。喺2019年到2021年度三年期間，教資會嘅資助醫療專業咧，喺第一年嘅學士學位咧，就課程咧係由1776個增加到1929個。咁2018年嘅施政報告亦都宣布咗會有200億啊，去增加相關嘅醫療服務嘅專業培訓咧容量啊，以應付900多個啊額外嘅醫療課程嘅培訓學額。今日政府就已經願意俾得更加多資源啦，咁唔通有方同學係想公營醫院嘅病人未得到任何嘅幫助咁樣？好多謝。激光第二條鏈用時3分11秒，跟住係反光第二條鏈，你有3秒。準備好。主席、評判團、各位大家好，歸納翻有方標準先。其實有方同學咧標準越嚟越低嘅，一開始話要論證所有醫療專科醫療質素咧都會改善噶，但去到後屘咧就話11個醫療專科我哋唔討論噶，即使幫助唔到麻醉科、放射科等流失率最高嘅專科部門咧都唔緊要噶。嗱，好啦，再嚟講有方同學今日嘅方案，有方同學咧係根本咧今日咧係逼緊一啲咧已經原本就已經喺公立醫院嘅人做多一年，即係講到尾咧人手其實係唔會增加噶，只係佢哋做多一年啫嘛。嗱，好啦，嗱，再者咧有方同學先講啦，淨係一年啫嘛。一年人手不增加，醫院環境從來都不會改善到，是不是會處理得更加多的病人呢？我見有方同學今天未進到他的論證邏輯。好了，再說有方同學就說醫護有社會責任，所以他們一定要留下，但是根本從來都沒有提出一些具體的數字。而我方呢，對方主面又說哎呀流失率很高，但去到二副又說其實那些人是不是因為不覺得醫院環境惡劣的，但試問如果醫院環境不惡劣，流失率點解會咁高呢？可見有方同學今日自相矛盾。嗱，可見再者，按照有方同學政府咧俾錢，就要為政府服務嘅邏輯，其實現時所有大學嘅學位都係政府出錢嘅喎，咁係咪教大學生就要全部通到去官校教書？嗱，如果係工程師嘅話，係咪又要通到去曬政府部門去做嘢咧？嗱，好啦，講到尾咧，有方同學咧今日社會責任嘅呢個邏輯咧係完全講唔過去嘅。嗱，好啦，講到尾咧，其實欠缺資深人手嘅專科，有方同學幫唔到，連欠缺咧數千人嘅醫生同護士，有方都淨係可以每年，甚至咧每年都唔會吸納更加多人入去啊。嗱，可見有方同學咧今日嘅方案咧改善唔到任何質素，係病人繼續等，醫生繼續36個小時待命。護士繼續為診忙餐，嗱，而聯合醫院內科資深馬仲賢就話：全世界都爭緊專科人才啊，醫護咧好容易咧就到海外就業，所以咧其實唔係個個都頂得順公立嘅壓力噶。嗱，所以而家咧個30%唔肯去到公立醫院做專科培訓嘅醫生，見到強制之後咧，佢哋咧就一定會移民走，去冇咁辛苦嘅國家體制。至於個70%咧，本來咧就會到公立醫院做專科培訓嘅，有啲咧無論點都會服務市民，盡佢哋嘅社會責任，強唔強制都會留低。但係咧，本身咧有啲攞咗專科咧，就跳槽去私立，間唔中去馬公立醫院做下手術。而家見到攞咗專科資格，原來仲要喺度捱嘅喎，咁佢哋自然都會想離開香港啦。嗱，所以而家咧，政府唔單止係同私營醫院，其實係同全世界爭緊人手。我哋唔應該威逼叫佢哋留低，否則只會嚇死佢哋，嚇走佢哋嘅啫。而如果我哋咧可以用福利咧令到佢哋留低，自然就唔需要強制嘅手段啦。所以唔可以好似有方講頭痛醫頭，頭痛腳痛醫腳。嗱，既然公營醫生太多病太少，病人太多咧，咁我哋咧不妨咧嘗試將病人分流去到私營醫院，改善醫療券自願醫。
保等政策，令到公私營共同承擔病人的數量都被落位。法方第二附件用3308。而家進入自由辯論環節，雙方各有3分鐘發言時間。當某方發言的時間用畢，本人會宣布另一方剩餘時間。該方可自由提出優惠或多位議員發言，而每位議員都必須在本環節發言。如果本環節結束的時候，在場人士發言有辯員未發言，我即場提出，熟悉的話，該辯員所屬一方將被每位聽眾扣除5分。請問雙方有問題？如果我冇就自由辯論環節依家開始。請正方提出一位議員首先發言。基層人士冇
能力去睇，咁做最後咩？最後你要翻嚟功能去到排咯。咁而家個問題就係功能唔夠人手處理唔到呢班病人啊嘛，咁所以咪強制留翻醫生過嚟去幫助呢班咁嘅基層病人咯。咁咪就有方放假嘅等呢個問題發生咯。你實行咗呢個方案之後，令到更多醫生移民，咁唔係更加令到呢個問題發生咧？嗱，最後又問我一個問題啊。咁可能個政府係咪一定係咪一日需要去強迫物業深入某個部門做嘢啊？其實法科堂都要了解第一件事咧，就必須要加到有幾多醫生可以用強制一年嘅福利選擇嚟講。有四分之一嘅護士離開香港嘅原因係因為佢哋唔想喺香港公園環境工作，就係咁簡單。嗱，再問一個字，政府係咪一日需要咧就可以逼畢業生入呢個某個部門？根據我哋資料，頭先已經講過啦，非本地培訓嘅醫生，即係佢哋係本地培訓醫生，根據呢個非本地醫生嘅註冊條例咧，佢哋係要喺公立醫院服務5年噶嘛，咁就唔會構成咁嘅單，就係話我強制留低佢哋，佢哋唔嚟啦，佢哋又要走啦，唔構成呢樣嘢噶。嗱，好啦，咁翻入科堂好簡單嘅問題，入科堂講到方案咁有用，到底增加到幾多個人手先？我方頭先咪講咗咯，而家有四成醫生同常護士贊成啊嘛，即係代表佢哋會留喺度啊嘛。咁有分堂你又要判定翻俾我啦。咁你知唔知道有幾多人就會因為你所講嘅緊張而多次嘅咁樣嘅延期發言時間？反方常如恩君受我自由派出辯發，可以。大家好啦，你。如果自由辯論咧，我哋唔難聽有可能今日嘅立場咧，就係佢哋根本咧就冇任何數據咧指出到實政策實施咗之後咧，係有幾多人會去突然間喺呢度去到幫手啦。更加嘅有分同學咧係答唔到我方，係咪一有呢、這個社會嘅需要咧，就要逼翻畢業生去一個服務嘅部門做嘢啊？嗱，我見有分同學都明白呢、這個政策根本就講唔過去嘅，而有分同學更加講唔過嘅係就係點樣確保嗰班人係畢業咗之後唔會移民？點解有分同學呢、這個？有科學覺得公園環境咁好，有可以累積經驗喎，點解仍然有三成人唔肯去嗰度累積經驗，而係去呢個私立醫院做嘢？咁可能都係解釋唔到嘅。嗱，可見今日其實公園環境十分之惡劣。如果今日有可能依然強迫佢哋入去呢個公園公立醫院做嘢嘅話，就只會加劇呢個人手流失問題，最終導致有科學頭先所講嘅問題咯，就係啲人冇錢睇醫生，要去私立醫院咯。多謝各位。當人才可以自由流動，話事權就會落在人才之上。
政府不搶咧，佢哋就會走，而醫療咧都唔例外噶。不如我哋試下代入香港嘅醫護思維。如果面前你有兩份工，一份咧係每日睇幾十個病人，平均咧每個病人咧有十分鐘嘅時間去睇症，每日咧只需要翻12个钟，一個禮拜咧更加可以有2至3日嘅時間休息。而另外一份咧係每日睇100几个病人，平均得3分钟去診斷，翻足足30六个钟，有時咧翻屋企瞓咗10个钟之後咧，又要再翻多36个钟。呢兩份工俾你揀，你會點揀呢？相信大家一定會揀前者噶。在現在的香港，前者代表的是私家醫院，後者代表的是公立醫院。但不是因為私家醫院太過得閒，而是因為公營醫院太過不正常。因為英國、美國那些醫生護士工作量其實都好像香港的私家醫院一樣，因為這樣才是一個正常健康的工作環境。但有方法要強制之後，變相醫護不再是同醫生不再在私家和公營之間去做抉擇，而是在外國和香港之間抉擇。有方將公立醫院和香港醫護的未來捆綁在一起，只是會將他們推走。問有方同學當人走了還怎樣將人才搶回來呢？除非有方封關，否則醫護決定要走你再逼都沒辦法。今天我們雙方都認同現時香港公營醫院的負荷很大，人手壓力更加是越來越大。但有方今天無論如何流動數據，將明明有60%的醫護反對一項的政策，講到有60%醫護贊成的一項政策都好，立場標準不斷再縮短降低，都始終解釋不到他們的方案的成效到底增加到多少人手。有方今天全場都在自相矛盾，價錢場跟我們說呢，那些已經有足夠人手的專科不需要再增加人手，但是去到後場的時候，有人知道其實現時香港所有專科的醫生都有欠缺的。到底有方討論的是哪些醫護呢？我方聽不清楚。去到自由辯論的時候，他們依然不清楚方案成效，當我方問他們到底他們方案可以增加到多少人手，他們都依然說不出。只不過有方以為用不到他們的公營醫院就自然改善到工作環境，到時他們會上手的了。但可惜有方用了全場都說服不到在座各位，到底多了個10几个人是怎樣解決到香港有43家公立醫院的工作壓力。那你又覺得一班的醫護會不會信有方的講法呢？就算真的信有方都好，等到10年20年這些方法就有一些成效的時候，去到那時候醫護可能就走散了。其實講到尾，今天雙方最大的分歧在於我們對於願景的看法。今天有方只是看到公立醫院，但我方看的是香港整個的醫療體制。因為無論是多一個人還是多10个人，其實都不會處理到香港主面講的有90%的病人。所以未來如果香港醫療改革的話，不可以好像有方那樣自欺欺人，不斷就是到專科生去公院做，給市民一種錯覺，以為公立醫院多了醫生繼續依賴公立醫院，而是政府應該要誠實跟市民說公營醫院已經再承擔不起這個重任了。社會大眾就不要再繼續去依賴公立醫院。我方不是覺得政府什麼都不做就是好事，好像我方政府提倡將病人分流到私家醫院，例如做好我們基層醫療的藍圖，擴展醫療院的使用範圍。多謝各位。不難發現有方有幾個特別奇怪的論證角度。第一，他們認為服務社會就等同於被道德束縛，完全沒有自由。當自己年迈的母親提議入住安老院的時候，有方肯定是那個撒手食筆的哥哥。有方一口咬定強制服務阻擋了專科醫生在各自領域發展的前路，不停強調政策剝奪了醫生的自由，是強迫他們做社會的奴隸。如果要站在有方的角度，即是站在道德倫理的高地去談論今天的辯題，醫生絕對有職責去為撫養自己多年的社會盡回一份責任。有方一直秉持至雙重標準去看待這個問題，一邊覺得應該尊重醫生的權益，給醫生自由的選擇空間，一邊又不合理地將醫生的個人權益凌駕於社會整體的利益之上。社會養了醫生那麼多年，
面對醫院門口排長龍，患者在屋企焦急地等住病房，和其他種種慘況嘅出現嘅時候，友方仍然選擇無視。第二，友方不斷質疑強制服務會引起反效果，會逼得人才流失，醫科生會轉翻去海外留學。先唔講友方都唔能夠實際交代反效果有幾大，而且我方不斷咁樣重複，今日同樣有四成嘅醫生同埋六成嘅護士支持呢個方案，服務一至三年係合適嘅。我真係唔明啊！友方覺得醫生要考慮個人利益，我都明，但係我方就唔理解點解你哋覺得呢個政策咁難接受。調翻轉，政府不斷投入資源去培訓呢啲醫護人員。仲要越加越多，背後難道又冇考慮嘅利益咩？政府都係見到現況供求比例唔樂觀，所以先要加開學位增撥資源。有冇今日放佢哋繼續流出私人市場？難道又符合政府嘅利益咩？如果冇強制服務嘅計劃，加上人口老化嘅問題，未來嘅社會對醫科醫生嘅需求量只增不減，供應量卻越嚟越少。相信雙方都明白，冇任何一條政策是完美的，但是醫護系統崩塌，床位、人手、物資等等資源都不夠應付，強制服務才是醫治惡性循環的良藥。有方不可以過於苛刻，不可以天真地覺得一個政策一定要高效才可以實施，我們應該以宏觀的角度去衡量變體，多種方案多管齊下才可以解決到問題。因此有方的邏輯在這裡接不住腳，畢業的醫科生應該喺公立醫院強制服務一定期，多謝大家。即方已經用時30秒，比賽告一段落，請大家留喺現場稍等一下，提提評判最佳辯論員需要下去。三，請每位評判必須喺今日發表台上嘅辯論之中，選出比較選出表現比較突出嘅三位。再分別給予分數，最佳優惠填30，次佳優惠填20，成員優惠填10，其餘5位同學就唔使填曬。現在計時會收集6分，再將計30米。
即係做咗呢個港超聯嘅比賽，
好多場嘅評判基本上都係咁樣。好多時候攻辯嘅一方咧都唔係好俾對方咧打一個完整嘅回應啊。咁其實站在喺評判嘅角度咧，係聽得幾辛苦。即係有啲時候你俾對方錯啦，你俾對方犯錯啦，係嘛？俾個機會佢喺評判面前展示佢唔識答嗰個問題，答得好差啦。如果唔係嘅話咧，你好快喺頭一兩句，甚至乎頭嗰兩隻字，只要佢唔係答係同唔係，你就即刻 stop 佢啦。其實係咁嘅意思。咁啊，我哋都會喺場比賽裏面見到有啲嘅即係唔同嘅辯員，佢嘅嗰個嘅即係之淺之深嚇，會有啲咁樣嘅情況出現啦。咁如果你本身係一個比較強勢嘅辯員，對方明顯睇落去就已經係一個好楚楚可憐嘅狀態咧，其實亦都無謂逼迫太多，即係留翻少少空間俾對方，咁即係一嚟保持翻個風度啦。二嚟咧，其實辯論都係一個即係講說服力嘅活動咯，即係一個係即係個觀感，其實有啲時候都會有影響。咁所以呢啲位置就可以注意啦。就算你個道理係完全啱噶，即係佢已經係語塞㗎啦，佢已經係顧左右而言他㗎啦，但係你都要即係俾一個機會對方咯。咁跟住就係、是。跟住就係嗰個嘅方案嘅嗰個問題。咁一年究竟可以幫到幾多咧？其實我覺得呢個係反而係正方即係需要負多少少責任嘅。其實你已經係完全揾到嗰啲數字啦。即係究竟你如果強制一年嘅咁，啱啱呢新一屆嘅畢業生，佢哋咪全部會入曬公立醫院嗰度咯。咁嗰、那個嗰一屆嘅畢業生嘅人數咪就係、是。多出嚟嘅嗰個人手咯，咁所以如果呢一個數字，即係對方係不斷追問嘅情況底下，你回答唔到，其實呢個係嗰個事前嗰個資料嘅準備就唔係太足夠。另外，仲有一個問題就是反方案，其實我覺得呢條辯題裏面反方又唔係必然要俾一個反方案出嚟嘅，咁但係好似頭先評判所講咧，如果你哋係俾反方案嘅話咧，就最好就堅實啲。其實我相信你哋。在二副的位置去很散打式地說幾個反方案的名出來就絕對是你們事前 plan 好的一個的策略來的，即是你們可能會覺得這樣可以減輕了那個的律政責任，即是不用由一開始就已經是要很實淨地砌一個反方案出來跟對方對抗，你們未必想要這樣打，但係唔緊要嘅，即係你就算係行呢個方案，但係你睇到場上嗰個情況，其實對方咧對於你嗰個反方案咧，其實係冇壓力俾到你哋嘅，即係你甚至乎連嗰幾句都唔使講，即係有啲時候，當然我知道你事前準備咗好嗰個策略，但係你睇翻場上嗰個情況，其實就即係冇需要話成天做。而事實上，你真係講完出嚟之後，你都無以為繼啊嘛！即係你去到自由辯論嘅時候，又唔係會有好多嘅資料啊、數據啊，係可以 support 到你嗰啲咩公司型分流啊、前醫保啊咁樣嗰啲。咁所以就係啦，就有啲無謂。最後就係、是，最後再講一啲枝節嘅問題啦。好想問一下，點解會孭住個袋？想講嘢嘅，因為有好長嘅時間，即係我都已經喺呢個辯界十幾年，我真係從來未見過，所以我覺得好有趣呢件事。多謝你啊，有一個咁新鮮嘅體驗喺度。另外咧就係、是、啊，同埋有啲字嘅讀音啊，即係嗰啲出國去深造啊，重重嘅難關啊。肩負你呢個重任啊！呢啲即係如果你係已經係寫好曬啲稿嘅，咁當你去練習你啲稿嘅時候，都最好查翻好曬嗰啲讀音，就係咁樣。即係正等於我頭先見到有啲辯員，有某位辯員佢個名好難讀，你嘅字我完全唔識嘅，因為我都即刻去查嗰隻字，原來係哇一個好古雅嘅一個名嚟，咁我都覺得好好。咁即係有啲時候你。會見到嗰隻字唔識讀，又或者唔係啦，你有啲時候你見到嗰隻字係好簡單嘅字啦，但係原來喺放喺嗰個位置就唔係嗰個讀音，
咁呢啲就可能要其他同學啊、老師啊提點下你哋咁樣，就係咁樣，多謝。但當你發現當緊個科案嘅時候咧，就只有施政報告嘅一句説話，然後係專科定係普通科啦，點樣嚴啦，點樣強制咧，全部冇。咁我覺得其實今場大家我諗你哋都感覺到其實有少少吃力嘅，睇咗好多人唔知做緊乜嘢感覺，即係可能有十幾廿萬資料啦，咁之後咧點樣打咧？咁我覺得呢一個係感受得到嘅。咁頭先有位評判咧講咗好多關於內容啦、主線結構啦、可能回應啦，甚至可能一啲叫做表達方面嘅問題。咁我純粹有兩個細嘅位置咧，想佢再俾大家思考一下啫。第一就係嗰一個叫做論述嘅問題啦，因為我感覺到今日雙方同學都比較多嘅叫直視論述咯，即係 A 就係有 A 就有 C 嘅 ，OK。咁究竟 B 係啲咩咧？我覺得呢個係呢一場辯論入面咧，因為要揾唔到一啲直接同方案有關嘅資料，所以做唔到嘅論述。但如何都好，評判係會想聽多少少究竟係為何咧、如何咧。舉例正方會講咧，其實佢哋都有提到法方都有問嘅，就係話強制一年咁就可以解決到人手問題。其實我都同意頭先評判所講，呢個係可以準備得多少少。唔係需要你講到個醫生喺一年入邊咧，佢每日個翻工時間表啦，搏救咗幾多病人啦，跟住照顧咗幾多生命啦，俾佢嗰啲。如果可能只係講一講，其實每一年個畢業嘅生入數量有幾多，然後嗰一年同咗喺呢一度嘅時候，咁樣變咗而家情況唔同咯。而家每一年都走緊啊嘛，咁但係呢一年入邊立法嗰一年咧，強制之後仲剩多數位，只係聽多少少咧已經講到 B 嗰部分，而唔係單純 A 嘅老師咯。咁我覺得呢一個唔長講太多咧，我相信大家老師教育做咗好多嘅，咁但係呢啲位要注意。阿媽同學都係我就會諗有個位係你哋都有高舉嘅，就係強制一年咧就會移民嘅。呢個我覺得係一個好順理成章嘅 OK， 其實因為都係一啲資料嘅活動㗎嘛，因為你哋會知道就係啲醫護咧，其實佢哋好想移民，因為好多機會。咁但一個專業人士，我哋講就算醫護都好移民，係咪真係？因為呢一個措施咧，移民背後可能有不同嘅東西要考慮，可能一個工作環境啦，一個社會嘅文化啦，可能體證嘅時候個病必須要你明嘅喎，佢夠唔夠適應到啦，可能佢代教啦，家庭同方因素。咁究竟點解你哋會咁強烈地覺得呢一個方案逼走咁多醫護咧？我覺得似乎唔係一項數據話佢哋好想移民就解決咯。其實你有提到嘅，但我覺得可以結合得好少少，就係其實香港嗰個地區，然後好可能其實佢人工多都好咧，其實可能問題係醫護會除咗考慮嗰個人工之外，仲有可能叫做成個福利體系啦、工作環境嗰啲噶嘛，會唔會可以咁多少少做個論述咧？我會覺得特別係當你發現一啲叫做科學極度欠奉嘅一啲問題嘅時候，特別要留意論述是否足夠。因為我覺得你雙方都係㗎，有時我未必需要咁高舉自己旗號去問對方，入對方條線問佢如何嗰個問題咯。論述得唔清楚嘅話，你都唔知點樣點論述就問佢咯。即係例如係咪真係咁簡單，一年就移民，係咪真係咁簡單，一年就解決嘅時候可以追多少少。咁第二個位咧，我覺得大家今日策略方面咧，好似大家唔好感覺到自己其實強喺邊一度。因為個感覺比較散亂，首先雙方都有得善嘅情況啦，大家都不約而同咁有默契地一方都有得善再講嘅，即正方討論嗰個責任咧，其實轉變之後就冇再講，反方高舉嘅自由咧，其實到後場方被班科温嗰個叫做解決唔到，因為專科其實有啲係部門嘅教育㗎嘛，但自無方都就冇再提法。咁但係我覺得要是落得到嘅話，應該嗰個方面都會有少少用處啦。咁究竟公嗰個作用係啲咩咧？會唔會開始諗得好啲咧？而今場我覺得其實真係準備嘅時候有三個位，其實大家都會諗到嘅。第一個應變道德問題，雙方似乎都嘗試打呢個道德問題，但唔知因為道德高地太高咧，大家都決定放棄高地唔再講呢個分判。咁究竟會唔會真係可以講到咧？即係直播同學其實都可以反思一下，問下反方嘅。
你哋講到呢班醫生，佢哋好似好慘，因為攞完自由，咁病人呢一個作為一個生命，喺專科醫院都等唔到件事發生，人民攞上佢哋嘅又會唔會可以真係去得高啲嘅時候問佢哋咧？其實阿哥係無謂嘅 ，OK， 即係你去義父先可以出科出面，但係你零六十啦，咁其實你變相都係無謂嘅時候，咁其實係咪另一種對一個病急救咧？阿哥都可以。問你一個問題，就係你哋強調嗰啲叫做社會責任，即係好似講到嘅醫生係毫無代價咁樣嘅喎，即係咁辛苦考完個 DSE 攞到分數入到去之後咧，你可以輕鬆咁就逼佢連續受苦嘅時候，點解唔打得多啲嘅咧？一係就唔好落嘅話，點都用得着啦。第二個位係科運嗰度咧，我都覺得其實今場政綱係理應嗰個科運嗰個重擔係高嘅。咁但係反方，我哋都可以諗個問題，就係做得反方，我哋先唔好諗自己反方係乜嘢，對面個科運係足夠嘅。有時候其實你唔需要諗到好清晰話，你要問一啲好細膩嘅問題㗎，你淨係去強制都好啦。因為我都有同啲同學仔傾嘅時候就問啦，如果個醫生佢哋呢一年入邊咧，你強制咗佢，但係佢突然之間遭遇咗意外失去雙手嗰時候，就好煩啲。請問有冇同學點樣強制佢做醫生咧？即我會諗呢個問題咯，但其實你哋可能都諗得到，就係嗰個點樣強制嘅問題。你諗到點強制唔緊要啊，我 OK， 佢哋好啫嘛。問下佢哋嗰個強制點樣強制咯？強制嘅係要求呢一班註冊醫生個牌要證明佢喺公立醫院註冊啦，定係點樣咧？咁如果嗰個醫生可能佢突然之間佢話想讀醫咯 ，OK， 咁啊點樣強制咧？咁你哋可以諗一諗，即係可能可以上到主堂啊。咁你邊最要強制佢？我問多少少可能政綱問題嗰個感覺，咁同人哋呢一度都係啦，可能政綱有心理準備呢個問題，因為你打呢一個風暴嘅波嘅話咧，細節位嘅時候問緊應對，未必係講緊措施，但可能要將重心放喺應對啦。最後係今場講得比較多嘅咧，我覺得其實就係嗰個利弊嗰個問題，大家討論咗好多唔長講，但我覺得似乎呢條辯題辯完得應呢個字嘅話，空間應該係會比較大嘅。最後一個位咧，我先講兩個位，會先第三個位，我先睇得好心急。我覺得嗰個應對方面咧，我真係感覺到今場大家嘅應對實力係好交集嘅事，即係其實兩邊都不斷咁重複緊自己嘅一啲準備好嘅説法嘅數據，但有冇入我哋嗰條線去做少少討論咧？我會覺得對方嘅問題，你問得嘅話，你好唔好睇到應咗佢先咯？即係好可能正方嗰個問題是否需要即時應對？其實你哋係，我唔知係咪因為即時呢個問題好似同一個重炮感覺，即係你好似避咗唔敢講呢個即時嘅問題。咁但係你根據你嘅立場，呢、這、一個即時嘅應對都係一個即時嘅弊處嚟嘅喎。問翻佢哋係咪想要呢一個叫做弊處咁大波嚟值得咧？同一時間，法方都有問嗰個教師係咪應該強制呢個服務咧？同一時間，我哋正方都可以有一個確認，就係當對方用得類比嘅時候咧，唔好諗點樣答先，諗咗我哋啲係咪恰當先。首先，而家教師呢一個問題同埋呢一個醫護問題係咪相符？簡單嚟講咧，我作為教師係唔會去私立嘅學習處，因為公立係最冇福利嘅，最多呢一個薪酬啲啦。跟住津貼咧，就係都唔差嘅，但我覺得未必會去直資嘅，因為即係好可能係我有啲悲慘喺呢度先可能方便。可唔可以類比咧？唔好試啦，係啦。可唔可以類比咧？呢一個位置，教師有冇咁嚴重嘅短缺問題咧？當唔可以類比嘅時候，直接同佢辯論。OK， 我拆佢哋嘅問題咯。最後就係、雖然係辯論，但都好同意嘅話咧，就係、是、有時我唔需要咁盡激嘅對話，可以好有風度啦，可以好叫做。平穩地將啲表達説話表達出嚟，呢個會係一個辯論上明白嘅一個上心，上心先會激動，呢個係好合理嘅事情。但再攞一步嘅時候，當你上心之後，就要平穩地去説服大家啦，係啦。咁少少意見嚟到呢度，林謝上方。